看见我的表情，算不算明天？别留在原地。Hello， 大家好，我是 B-Boxer Hardgrave。咁我記得係喺2011年咧參加我第一次嘅國際比賽，咁嗰陣時就喺瑞士參加叫做一個 Grand Beatbox Battle 嘅世界賽，咁嗰陣時就真係大開眼界，因為有好多係喺我網上見到嘅世界級啊、偶像級嘅 Beatboxer 咧，都係喺呢個比賽度參加嘅。咁就好開心可以同佢哋交流啊，咁佢都 share 好多唔同 Beatbox 嘅經驗俾我知啊。在2012年的12月啦，就参加了一个全国的 Beatbox 比赛，咁嗰次就攞咗个全国冠军。我觉得广东歌其实是很难加入 Beatbox 里面的，如果你说容易啲去加入 Beatbox 元素呢，就真的要有很多很 signature 的音啊，咁你先可以去 beat 到嘅。譬如韩国的 Gangnam Style， 你一 beat 呢、即刻记入脑噶嘛 ，cover 就可以，咁你就会知道是 Gangnam Style。